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题，他说色 S 是一个样本空间 ，A 是里面的事件，那 NS 是20，就20个元素 ，NA 是11，好，这个 A 呢，它有11个元素，这是小 n 的哈。好，那么问你说跟 A 互斥的事件总共有几个？好，跟 A 互斥的事件表示说它不能有 A 的元素，那 A 里面的元素有11个啦。这十一个你都不能选到，那不能选到呢？全部是20个，所以你不能选到这十一个，剩下有几个元素可以选呢？有9个可以选，好，有9个可以选，20减11是9个。那哪9个呢？假如说是 A B C D E F G H I 好了，好，假如说是这9个，那你在选的时候，就是这个 A 可选可不选。有两个选择，那 B 也是一样，可选可不选，也是两个选择，所以每一个都有两个选择，所以总共呢就是2的9次方，9个2相乘，这边有9个，每一个元素都可选可不选，都有两个选择，好，所以2的9次方答案就是512个。